哇哦！我点评的，你什么点评？你什么点评？好带着你，我点评的。点评眼睛卡着苹果吃，这尿怎么磨你呀？什么样的？李宁人呢？什么样的？李宁？什么样的？他大姐夫呢？在屋里吗？叫下来。怎么离了哈？俺家点评没有了。什么点评？车上的点评是不是被人弄走了？小车点评啊？我不知道呀。阿妈，李宁，今天早上嘎巴去上哪个拿快递，一开始。车没有电，打不响，死活打不响，把我来家一顿砸嘛，我老给气死了。李宁，李宁，给我下来！下来！快点，快点！你多无力，不敢出来似的。下来，快点！是不敢出来啊！李宁，叫他赶紧死下来！出来！下来！先出来再说话，出来再说话，你再浪费了。哇哦！我点评的，你怎么点评？你什么点评？好带着你，我点评的。点评眼睛卡着苹果吃，这尿怎么磨你呀？点评点。眼睛给我。我让你洗了。啊，再来，都能给我动，都能给我动手了，是吧？点评给我，对。是啊。冒有石，你怎么磨的？你冒有石啊？俺俩点评的，点评的，什么点评？小水点评，我点评过的，懂了吗？你点评没有？点评早了，快点点点！我到家两把已经砸了，打死了。点评早了，打你个鬼！打你！点评拿来，点评点评早了，快点评拿来！哦，咱们俩现在一直在打我，对，是就一直在打我，带着，我带着，赶紧带，赶紧带着，我带着，哇！大姐，点评我找来，快点！我都不找，谁找的？谁找点评？点评点评，那我说一句，我让听听。说点评的，快点！点评给你，奥迪车给我，奥迪车给你，确定了？停，对了，奥迪车这一给你，必须答应上台条件，不然说什么都不算。行，答不答应？答不答应？这是后话。什么？这是后话。什么？我现在叫你包。他奥迪车不给我，点评不给。把车开了，我找不着了，也行了吗？你来拆这拆那，拆这有什么用呢？把车开了，要拆我拆门，拆门要拆点名，拆也什么用呢？你把车开了，哼，俺把车脚找不着不就行了吗？走，苏佳，小袁，你还吃点苹果，你吃咋了？苏佳，你咋了？你给我等着啊！等着，你闭嘴，钥匙给我，钥匙给你啊，钥匙不给你，点评不给你，点评不给你。确定了啊，卸磨杀驴，等着啊，车。